这个世界渴求着名为希望的奇迹，但是什么样的存在才能被称之为希望呢？萤火般的微光真的能照亮黑夜吗？星光将息，黑暗永存，从来就没有什么希望。面对失败吧，放弃起誓吧，一切已成定局，放弃挣扎吧。你应该再清楚不过了，一切都是徒劳。就算如你所说，我也不想放弃。我愿意去相信。这仅存的微光，大家好，我是心动逼格猫工作室的负责人，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美少女动作 RPG《翠星物语》。故事发生在叫做翠星的架空世界，玩家生活的主舞台马纳佩格学院是一个漂浮在天空中的人工空岛学院。来自马纳佩格学院的少女们对抗的是名为古神的存在，玩家必须一边治愈陷入黑暗的少女，一边修复毁坏的世界。对比被污染的世界，校园内则是轻松治愈的氛围。在学院里，你会遇到很多同伴，在每个同伴身上都会有一段属于你和他的情感故事。当面对残酷世界的时候，温馨治愈的日常会变成珍贵的东西。我们希望每个日常都能传递少女的情感。游戏中没有纯跑腿耗费时间的日常，都设计了情感像碎片化的故事在里面。随着好感的提升，你还可以通过闲聊、日记等方式，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一个角色。最终，你可以开启少女的心灵副本，帮助她走出黑暗，一起成长。我们相信，只有治愈心灵，才能治愈世界。那么最后，稍微做一下总结，这是一款采用虚幻引擎制作的美少女动作 RPG《翠星物语》，目前游戏还在开发中。提升空间还有很大，顺利的话，希望年底可以和玩家见面，敬请期待。